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上牙实况，我是上牙。我们从这一集开始啊，要做一个小小的变动。我的裙子，我们从这集开始，我决定还是采用预录的方式来进行实况的部分。那要说为什么呢？当然就是画质部分的考量了。对，我前两次的开台都，虽然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即时上的互动，但就可惜了这一款画质这么良好的一款游戏。对，那我多方测试过后，还是觉得换一个软体，我要换我原本另外一个新买的软体。那这个软体它在录制的部分是可以达到60 FPS 的，所以它的画质部分会是一个很棒的考量。那我就决定从现在，这应该是差不多第二还第三集了吧。对，从现在开始，我除非是不定期开台，不然一般的话，我可能会采用预录的方式进行在 YouTube 上的连载。那这样子画质的部分，我也比较能给大家一个好的保障。OK，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，上幼幼大冒险。我们上一次开台的部分，我们进行到了孔雀先生被杀掉了。这是哪里啊？等一下，发生什么事？吓死我了！刚发生什么事？突然间，我全身都被拔光了，丢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。啊，对对对，吓死我了！刚是发生怎样？好，那我先把我的画面稍微整理一下。哎咻，先把一些比较不会用到的部分先拉下去。好。稍微打几拳。哎咻。很好，还蛮顺的。OK，好，燕大侠，别来无恙啊！别来无恙啊！孔雀一代名将居然落得如此下场。唉，燕大侠，这薛果到底何人？这薛果绰号薛大叔，薛大汉 啊，不是大叔哦，是流沙门的门主，但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——青龙会的9月15。9月15，我还2月3号嘞，2月7号、2月14、3月5号，不错。青龙会有12堂，360分坛，每一坛的坛主都有一个以日期为名的代号。这流沙门便是隶属于青龙会的分坛啊，那青龙会也不过如此吧？不过如此。我赶过来的途中与薛果交过手，伤了他的右臂，不然以你现在的功夫，还伤不了青龙会的分坛主人。哎，初一为朔，15为望，这薛果竟然是9月15，其武功可要比其他的分坛主高出许多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在下多谢燕大侠救命之恩。你我同道中人，说谢就显得见外了。多谢燕大侠，我这就动身。加加加加加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不是燕大侠在途中已经给他伤了一些，已经伤了他的话，我应该打不赢的吧？是这个意思吧？哎，我先把我的头发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发型。好，那我现在往，嘿。这里居然也有流沙门余孽，事到如今只能硬闯了。看我的飞踢，阿扎！阿扎！呀，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应该还蛮流畅的吧？流畅画面打起来就是顺畅。阿扎！现在画面应该用60 FPS 去看的话，应该会顺畅很多。哎呀，因为我觉得天涯明月功，天涯明月差点练成天涯明月功，那是什么神功啊？天涯明月刀，我觉得他的打斗还是算做得很棒的那种，尤其是丐帮打起来除了爽，没有另外一个字啊，就是爽啊，就是怎么打都很爽快。
这样，一脚。而且我发现我可以一直跑步了，他的内力值变得消耗的很低。诶，这是哪里啊？嗯，这是哪里？稍微看一下，没有血，怎么会这么多人在这里啊？好好奇哦，进去看一下。嗯，哦，风景优美。嗯，天哪，好想住在这样的地方哦。跳。哎，我可以，我现在可以轻功水上漂吗？啊，不行，还不行。嗯，复杂。嗯，没有人，看来是个空屋嘛。这个地方是杭州九曜山。嗯，哦，掉下去了。咦，怎么都没有人烟呢、啊？嗯，好吧，那我们还是继续跑主线吧。应该是这个方向吧。作为一个女侠，就是要翻墙啦！快要没有内力了，打坐一下。没有内力就打坐一下，打坐一下，然后就继续飞，有没有？我觉得他这一次。我不确定他这个内力有没有改，因为我之前在三测的时候，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内力的消耗，我只觉得我这一次好像可以随便跑都可以跑很久的感觉。哎呦，获得修为300，翻山越岭，哦，抄近路，嘿。一脚，呵啊！棒，一个华丽的落地。踏遍千山看斜阳。这九曜山到处都是流沙门的人，商会这次算是惹上大麻烦了。你是少侠，在下是财神商会的人，奉命在此接引少侠。如此多谢。这九曜山到处都是贼人，尤其是大路，几乎被他们围得水泄不通了。好，那我从小路过去。大路上贼人太多，且从后门潜入天心阁吧。其实我可以直接闯进去，没有关系的。扎，哎，没有踢到。哎呀，其实我们也不用怕这些贼人啊，就打一打就好了。我一个左键，一个右键，就赢啦。根本也不用避开嘛，我扎。摔酒葫芦，我砸砸砸！我后来才发现这一招旋转的居然是把葫芦甩出去，啊驾！一个飞踢，可爱炸！前面还有一帮贼人，哎，没踢到，哎。乌鹰腿啊！打打打打打打！哎、欸，死了，好吧。我抓！呵，炸！哈哈哈！输呀输呀！还有一帮二炸！摔酒葫芦！哎、欸，还差一点，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脱光、欸？哎，突然看，突然好奇一下，一脚一脚，呵、啊，哎、欸，还没打完，我砸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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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哈，甩甩甩甩甩！哦，这是天香的，呵炸！哦，升等了。OK， 打完了。天心阁。在这里，嘿，对商会不利的都不能轻饶。你不就是那个因为薪水很高所以就加入商会的人吗？莫先生，你也在此啊！我等均收到夫人的飞鸽传书，流沙门在天心阁强攻密库。神马，我来帮忙吧。好，带我入内吧。少侠，请随我来。怎么一天，怎么马上就天黑了？哇塞，连银河都出来了。啊，这个地方是。等一下会有超级精彩的剧情可以看。嘿咻，怎么全部都在那边啊？铁眼，我图、啊。少侠来的正好，有要事相商。新密钥已经造好，十二连环物和流沙门对天心阁虎视眈眈，密库已经不再安全。当务之急是开启密库。将库内孔雀领土谱下篇尽快转移。此事不妥，如今敌暗我明，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没错，就在指你。孔雀领土谱上层之地已然泄露，此地不再安全。他这口气变硬了。我商会百年密库，前辈们早有谋断，岂会如此轻易被打开？哼，只怕也没那么牢靠。这金玉石有问题。密库泄露之事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你才来商会几天，你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？黄金生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不要在那边塞奶。别吵了。此密库开启条件苛刻，一是密钥坤宫反银劫，二是历代主人独门心法，没那么容易打开。但是怎样，不要不要中，那就让老子来帮你。不要中他的诡计，这个金玉石有问题。哪里啊，才这么几个人而已。得罪我流沙门的人都要付出代价。今日我铜摆双旗出手，便是你们的死期。咋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流沙门实力如此之强，这么下去可还得了？哪里强啊？我就快打赢了，好不好？不、吸血，奴家说我赢了。天心阁早已成为众矢之的，击退了这批还会有更多。我再打回去就好啦，你不要在那边怂恿，把仓库打开好不好？也罢，跟我来开启密库，不过千万要小心。不要啊，别去啊，胖子。待我开启密库。不行，有问题。独处乾坤万象中，从头立立运元功，纵横北斗心机大。这里吗？颠倒我进来了。胆气雄，头变转动玄机杯，心流侠破相参疵。此事天宫无尽巧，不达细意不可穷。玉儿，白先生，随我下去取那图谱。哪里下去哪里？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在下尽当尽力。大批伏兵突然出现，哪里？哪里啊？我在这里啊！啊，炸！啊，炸！
炸！炸！全部飞踢解决！炸！简单简单，还有哪里？哦，下面啊！哦，炸！回家！简单呐、啊！什么？还有？炸！炸！哎，踢错，对不住啊，踢错了，踢错了。炸！哈哈，被我踢到下面去。不要小看我丐帮弟子。炸！死掉了。别小看我丐帮弟子啊！呼驾！我炸！哪里？我需要抓一只来补我的血，补血！哎呀，好，血满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回家！全部用飞踢就好啦！炸！打打打打！回家！什么？你？孔雀领土普安然无恙，白先生，速速将其转移吧。此事就不劳白先生费心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你要干什么？奴家煞费苦心，为的就是这本图谱。老爷说奴家是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就说这女人有问题。你派了那么多流沙门的人送死，总算让老爷主动打开密库取出图谱了。你看看，像这小贱人。难道你一开始跟着我就是为了这图谱？当然。不然？你这贼妇！奴家还要多谢各位成全。流沙门的兄弟，动手吧！哈！你要血洗这财神阁！奶奶，我就把你打回去。夜照天星，点点点。当当！哇哇哇哇哇！快，你们来看看。交给我吧。这里山明水秀，玉姑娘又何必着急离开？叶南飞，你也来趟这浑水？傅红雪能来，在下为何不能来？奴家不打扰二位的兴致，少陪了。好轻功，今天就与姑娘比比脚力。去追，去追！不要让那个小贱人逃跑了。你这瘸子就是傅红雪。你这瘸子，他哪里瘸了？照杀不误。拔刀吧，拔刀吧。他一点也不瘸，好不好？哇、哦！帅帅帅帅帅！说好的瘸子呢？多谢傅大侠相助，好快的刀！人呢？那女子轻功在我之上，被他给跑了。在下惭愧，不过改日你我决斗之时，有进无退。无关轻功，不错。黑刀与蔷薇剑，何者为强？凤凰极上自有分晓。父兄保重，告辞。那个父兄好好寡言哦。流沙门听命于青龙会，如此一来，孔雀翎图谱的上下两篇都已被青龙会得手。燕大侠，如今该怎么办？图谱在手，不代表便能铸造出孔雀翎，青龙会必定有下一步行动。不错，看来我要回杭州城一趟，探探消息。今日之事，多谢燕大侠了。同在江湖奔走，
何必如此客气？我这就回杭州城，后会有期。多保重，你我自有再会之时。燕大侠不见了。突然冒出好多玩家。其实这位胖子，他看起来就像有种大 boss， 可他实际上人超好的。感情会变，金子不会变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大 boss， 这个大 boss， 这看起来像大 boss， 可是其实他人还蛮好的。哎，想不到玉儿他，你的眼睛长在哪里啊？我一眼看到他，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会反叛的人了，你居然没有看出来。黄会长，真是抱歉。少侠说哪儿话？此事全是因我世人不明，没错，居然将内鬼做了枕边之人。唉，我爹临死前让我小心女人，尤其是漂亮的女人。他说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，事情也许会有转机。燕大侠的话我也听到了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我财神伤位已经是无计可施了。会长放心，此事交给我来办。返回杭州城与李玉堂对话。杭州城，按住，越飞越远。哦，这里，按这个就可以了吧？25铜，转。哎，到了吗？到了、欸，超快，超快！古代有这么先进的设备吗？这比哆啦 A 梦的他那个任意门还要快、欸。对，萌，是这里吗？好像不是。嘿，在这座墙的后面啊，内息不足，残念啊，有门可以进去吗？哦，有了。好，跑跑，哦，跑过头了。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方能运筹帷幄，料敌先机。向林玉堂说明杭州情况。傅红雪一向少管江湖之事，没想到此次他竟然出现在此，看来事情已经震动整个江湖了。哦，如今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此番杭州事端幕后黑手是青龙会，如果燕大侠所言不差，他们下一个就是江南数剑谷的塑造之术。万里沙倒是不便插手了，哪里？哦，这江南铸神谷乃是水龙营的下属势力。哦，索嘎，那你们就不能出手了吗？对手精关算尽，十分厉害，已经将四盟不入之事计算进来了。你们那边事到如今还在那边打打杀杀。我愿前往江南，将功补过。休谈功过，尽力即可。哎呀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多谢李盟主关心。前往开封。最近得了一对宝刀，在上面刻什么字好呢？我是什么时候才可以选盟会啊？夜探，参与等级40级以上的玩家方可参与。嗯，哦，这里有一个什么？黑与白，丹书护豺狼，西湖美景。哎，这个我记得我在三册的时候也没有看到过，搞不好是新的。嗯，那我过去看看吗？可是还要15分钟才可以神行，那只好用我的双脚跑过去啦。走哦！哎呦，其实用不着双脚，哎，说实在，我可以叫马，可是我觉得我跑得比马快，我觉得我的脚程比马快。是这个方向吧？要，哎，对，哦，这个方向，朝这个方向直线过去啦。
对，前面又在打打杀杀的，无敌无我。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什么，感觉像是比武擂台一样的地方。哦，前面有一艘大船呢，好高啊！好高，好大！哇哦，超美的。看一下，还有点距离，看来我要用游泳的。我操！不过在那之前，我看我能不能不用碰水就不要碰水。果然不用碰到水。他的内息其实恢复得很快，欸，我才刚落地不久，马上就可以。我记得是在这个地方。对，他内息其实恢复的超快的，我可以一直跑，好像是这里吧。哦，这边是船屋吗？哇哦，好大的船哦！一咻，一咻，是，欸，我没有来过这个地方。哦，这里有一些玩家。哦，进入剧情模式。哇，哇塞，等下这个滤镜是怎么回事？这滤镜会让我想拍照，欸，不要这样。哦，山庙水庙美人，你的舞更妙。江宁，去柴大人那儿的好几十号人没一个活着回来，你别去了。云姨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要是我不能回来，就麻烦你替我照顾奶奶。哎，这孩子怎么了？大人，小的腿脚灵活，跑得快，蹦得高，您把我留下吧。哼，就你这弱不禁风的样子也配当本座的箭靶子？求求大人了，我奶奶已经三天都没口米下肚了。好，三箭之内要是你还活着就留下你，给你发靶子粮，要是死了，小人懂规矩的，都是小人自愿的，自愿的。来人，拿弓箭。柴大人，你出身高贵，又握有江南半壁财富，有的是法子享乐，何必如此？黎玉堂，哼，这些人与本座各有所需，你情我愿，干你何事？他们若不是为了一口救命的靶子粮，怎会自愿给你当练剑的活靶？那你来呀，啊，你叫朝廷来救济啊，也省得本座操心。救济灾民是假，草菅人命是真。今天我要替这些百姓讨个公道。就凭你黎玉堂，本座有丹书铁券在手，皇帝老儿来了都要给我让路，你管得着我？黎玉堂，此事朝廷自有公论，你就不要插手了。朝廷的公论就是将他袒护到底，眼看万千饥民死在他享乐的箭矢之下。这丹书铁券乃本朝太祖所赐，他柴家祖上乃是后周皇族，对我大宋有禅让之功，所以呢，若朝廷不维护他，便是失去了对天下人之信义。若黎盟主坚持要在此时此地取他性命，唯一结果便是牵累整个万里沙，成为朝廷之敌。好，请便。柴大人，属下奉命前来，请大人与我们走一趟。好，好，好，有杨将军保护本座的安危，本座放心得很。走。黎盟主，你这就放他走了？好烦呐，啊，我去揍他。朝廷已派重兵，名为魏国，啊，打进，这段时间可恶，他都不会再出来危害百姓了。可恶，那惨死在他剑下的百姓，可恶，难道就可恶了？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欠揍。哦，黎梦主，快些起来，这些银两你先拿去给奶奶买些吃的。
盟主，你真是好人，这很机车耶，令人。不过也好，他被抓走后就没有办法拿百姓享乐了，所以也算是好事啊。幽昙花，需要在勤劳的盘。幽昙花还有后续耶，夺花尽心计。这里也有黑与白、紫叶落风。我好想去看哦，因为我们接下来，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开封了吧？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开封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把这个地图跑一跑。而且我发现我还有很多的地方根本都还没有去过。好，既然游戏做了这么多的剧情给我看，那我当然要好好的看一看啦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沿着这条官道往前走吧，沿路欣赏风景也是个美意。哇塞，好多船哦，真是繁华。前面那边也是，我现在没有轻功水上漂，不然我想要直接过去。雷峰塔，这里怎么会有玩家呢？我们就尽情的探索一番吧。哇哦，这边是，这不是玩家，是 NPC。这里是木造厂吗？前面有个书生。这又是哪？好景色，好景色！拍照，拍照。水天一线，耶！超美的，咕噜咕噜咕噜，哎咻！啊，这什么宅？宅宅宅！啊，哦，我懂了啦，是他们，是官方有说过会有的房子系统吧？我现在到了这边，还有一段路其实我可以直接这样切过去，可能会比较快，而且我现在已经快要晚上了吧？看一下，现在好像有点傍晚了，所以我如果再不过去，可能就没办法触发了。天空有点阴，不对，现在其实已经，我有刚刚好像有，对不对？刚好像有。有了，有了，有！我还以为我没有嘞，原来是我用的方法不对。雷峰塔，西湖，前面那是玩家还是人？是玩家。西湖，是这里吗？这只是中继站而已哇，还蛮远的。其实这边也可以传送。继续往前走。你为什么不能一直跑啊？到了，这里有两个老人，水老妇人，水老爷，看一下，快到了，可是现在已经晚上了，现在已经晚上了。
宅宅宅，我觉得这边李盟主说的都是对的。黄文远这边原本有这么大吗？其实我不确定，在我印象中我三次玩的江南好像我不确定有没有这么大、欸、也许我在想 上面这边可能是到时候会有的房屋系统吧。哎呦，好像还要在上面。哎呦，二打二打，哎，二打打打打打，还要再上去。现在已经天黑了，天爵禅院，我就找到了之后，然后等白天嘛。哦，前面有一个玩家。诶、欸、这里有马诶、欸、这是玩家吧，看一下漂亮的姐姐。哦，就在这里。哇，有开始有玩家聚集了，应该就是这个地方了。嗯，接下来应该就等发现见闻新线索，看一下。啊，欸，黑与白啊，そっか。bling bling bling， 现在就等白天啦。天象妹子主线，其他分线。哦，玩法剧情玩法推荐，江湖试炼，江洋大道，见闻。嗯，现在距离白天还有多久啊？我看一下。好像还有一段时间，是不是？嗯，哎呦，哇，天空已经全黑了，太阳都出来了，不是太阳啊，月亮，月亮都出来了。好，那不然我们就先到这边做个结束好了。那我稍微等一下，待会儿太阳一出来，我再继续为大家连载。OK， 那我们就先到这边做一个告一个段落咯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一回再见，大家拜拜。